秦叔，您女儿要是嫁给了我，她可得安安心心的在家相夫教子。像我这种年轻有为的商人，可是不允许自己的妻子在外抛头露面的。陈总，陈总可能对我有什么误会？我秦冉是娶，不是嫁，而且我已经找到相亲教子了。爸，这是什么呀？我男朋友。这耍我呢？啊，这小白脸比得过我吗？你要是喜欢小白脸，就别来浪费我的时间。爸。好好好，郎才女貌，谢谢秦叔。啊，没想到原本来是个周末，我是约了沈道少爷和你相亲会面，结果你们自己联系上了。如此也好啊，你们自己聊，我这个当了头子就不在这里打搅你们了。哎，沈大少爷，所以你也是我爸安排的相亲对象之一？不会，你之前不在我身边当我秘书就是为了沈爷？你又骗我第二次了。